抓准时机，乘着火车在身边呼啸而过，站在向日葵花田中间，拍下美丽的瞬间。这是隐藏在彰化高铁附近的秘境，半公顷大的百日草花田，花色鲜丽，争奇斗艳，加上紧邻台铁与高铁铁轨，时不时就会有列车经过，吸引不少内行的游客特地来赏花。花，铁轨路，高铁，拢是这个来遮，这个原因就是要来多好看这个感觉安尼就对啦。美丽的花田加上铁轨风情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，让民众抢着拍网美照。另外，在彰化花坛的虎山岩梨花也盛开了，梨花树遍布整个山坡，走在梨花大道上，就像走进雪花飘飘之间，相当的诗情画意。不用到远的山上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花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便利，对啊，对于生活上，反正就是很悠闲。这里吸引游客的原因，除了景色漂亮外，交通方便更是一大要点。因为这里距离彰化市区只要10分多钟的车程，游客不用上山，人挤人也能看到漂亮的梨花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许立凡、廖凡一，彰化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